终有一日，我哋终要被灭声灭口，再听唔到香港人嘅声音。今日你更要珍惜之前有人继续勇敢发声 ，My Radio 一路坚强发声，炮轰不已，一直坚定坚持。营运上更极度需要你去支持。落座月费可以经 PayPal、PayMe、Patreon 转数快，又或者亲临普罗政治学院缴交。力争公道、公义、公理，哪怕歇斯底里。在间美丽战斗到底，力竭胜势，直到胜利，请支持 My Radio。Hey, 大家好，而家系呢个郁文踢爆直播时间，咁今日咧就因为晏少少有啲嘢做，所以就提早少少，平时都系。即係六點啊，六點半、七點啊嗰啲時間做直播嘅。咁而家咧，我睇翻先，係咪我哋 YouTube 啊，其他嗰啲都開始即係正式啊，就直播啊。咁而家呢個係我嘅 Facebook Live 嚟嘅。咁啊，除咗 Facebook， 即係我嘅 Facebook Live 咧，仲有My Radio 嘅 Facebook 啦，仲有 YouTube 啦 ，YouTube 黃毓民頻道同埋 YouTube 嘅 My Radio 頻道都喺度做緊嘅。咁而家就 Neil 想話俾我聽就正常嗱，我哋咧因為就即係我而家呢度咧就將嗰啲燈咧校過曬嘅啦，咁所以個情況咧就即係而家我睇翻個畫面，我睇我而家即係 online 嗰個畫面咧都係好清楚嘅啊，咁就當然而家直播播出嚟嗰度咧就同我而家講嘢有少少 delay， 咁但係大家睇到就冇關係嘅，冇影響嘅啊。咁都一來就試緊啦，因為喺個即係以前就係就咁用個手機嚟做比較簡單啲，而家用個電腦咁就燈光啊各樣啊咁樣，所以我都要試下先嘅啊。咁啊，你知呢啲嘢咧就我喺香港嘅時候就我哋有個 studio， 咁我哋有啲同事幫我做好曬呢啲嘢嘅。而家我要自己嚟喺自己喺嗰個書房度整個直播室，咁所以就瀨氣啲啊。咁但係無論點都好啦。現在都很順暢的了，應該就是、啊、今天呢主要就是、講這個蔡玉玲、啊就是、講一件案件、啊就是、我試圖、就是、沉住氣、啊、或者冷靜一點去做今天這個踢爆，因為我今天看這段新聞呢，我是、第一就、就是、心情非常之、就是、沉重、啊就是、就會想起很多東西。一個香港電台的編導啊，佢參與呢個《鏗鏘集》啊呢一個節目，呢一個係一個老牌節目，參與《鏗鏘集》做即係嘅工作，咁啊做咗兩年，做咗兩個即係有好多人覺得係具爭議性嘅呢一個特輯，係嘛？19年做咗一次，呢個2020年又做咗一次。係嘛？咁啊有兩輯《鏗鏘集》係關於721元朗恐怖襲擊，係嘛？嗱當然你香港電台咁佢要即係做呢一個節目係從一個即係做新聞個角度出發啊嘛，去尋找事實、尋找真相，係嘛？然後希望可以彰顯公義，
大家睇過《鏗鏘集》呢個節目，你都知道呢個係香港電視喂最有水平嘅一個社交節目嚟嘅，係嘛？你嗰啲民營電視台做唔到嘅，係嘛？你唔肯抌呢啲咁嘅精神啊，或者即係時間啊，去做一個咁嘅節目，然後個收視率咧，同你做嗰啲咁嘅綜藝節目啊，咩掌門人啊嗰啲咁嘅屎尿屁嗰啲節目咧，喂個收視率爭好遠噶嘛。咁你私營嘅電視台，佢要廣告收入，佢做唔到嘅。呢啲我哋一定係依賴公營嘅電視，係嘛？所以香港係需要有一個所謂 PBS 就係咁解啦，類似英國嘅 BBC， 係嘛？即使係政府出錢都好啦，係嘛？但是现在香港电台呢就在现在这种政治环境底下，是吧，在现在这种党国体制的极权统治底下，香港电台呢就早晚要变成就好像大陆的 CCTV 那样，是吧，宣导政府政令不能批评，是吧，还要做很多检查。现在你新上任这个李伯全，这个是广播处长，他是一个 AO 政务主任出身的，是吧，哇！佢嚟到真係犀利啦，君臨港台，一嚟就抽起五個節目，咁啊，甚至對有一啲即係出席嘅嘉賓，佢都要評頭品足。喂，你作為一個即係所謂政務官，喺一個公務員系統底下，喂，過去一直以來所受嘅訓練同埋呢個工作嘅守則，就係、是、要保持呢個政治中立或者行政中立叫做，係嘛？而家唔係，而家派你嚟港台咧。就是收拾香港电台，或者用共产党的讲法就是拨乱反正，令到香港电台成为一个爱国爱港的电台，是吧，这个 是早晚大家会看到的，现在就一直在收拾。所以蔡玉玲一位这么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即 我不认识她，一个后生女，是吧，但是她有份參與的呢兩集《元朗黑夜》七二一元朗黑夜咧，就令我對佢真係另眼相看。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優秀嘅新聞工作者，係咪？上窮逼落下黃泉，係咪？咁樣去做新聞，係咪？喂，全部係依據客觀嘅事實，係咪？嚟俾大家去做一個判斷，係咪？當然有啲人就話啊，佢偏頗啊咁。喂，佢用啲閉路電視，係咪？將啲閉路電視剪輯，係咪？即係我哋記得就係第一次，即係喺2019年嗰個元朗黑夜，即係七二一元朗黑夜嗰個係用幾日嘅時間，係咪？就喺呢個元朗呢個鳳攸北街商户嗰啲，即係閉路電視，即係發現有好多香港警察、警車經過嗰度周圍嘅時候啊。明知有一大扎嗰啲白衣人喺度聚集，呢啲我即係喺節目上我都講過嘅，有曬武器，有曬架撐 ，four in 集隊，係咪？喂，啲閉路電視影曬喎，警車經過唔理喎，有差佬唔理喎，又影到有啲差佬同佢啲人交談都有喎，咁呢啲係咪事實啫？咁佢自己冇做判斷嘅喎，嗰個節目係咪？好啦，咁就。這一輯出了街啦，係咪？咁啊，哇！即係呢個影響好大喎，知唔知？呢一輯出了街之後，當場即係令到成個香港即係對喂呢一個所謂反送中運動，本嚟嗰個爭議性好強嘅，係咪？或者即係主流嘅意見都係認為呢個反送中已經走上一個暴力之路啦，咁樣。但係睇見七二一。呢啲白衣人，呢啲鄉黑係嘛？鄉事派加黑社會，喂，鄉黑嘅勢力，大家知道喺新界幾惡啦，係咪？我哋知啫，但我見唔到啊嘛。但係七二一嘅元朗恐襲事件就俾大家即係欣賞到呢啲鄉黑嗰啲惡勢力係咪？喂，可以同政治一掛鈎嘅時候，或者有啲政治勢力可以支配佢哋嘅時候。他就會發揮這種作用，是吧？用白色來對抗黑色，用白色來教訓黑色，是吧？黑色就是現在我穿著這件衣服，這些黑色，如果再加黎麗戰鬥到底，是吧？有了政治力量，政治再加黑社會，黑社會就像杜月笙所說，如果你甘心為這個政治去服務的話，其實你即是做尿壺，是吧？
屌你係俾佢屙尿，屙完尿個尿壺就冇用嘅啦。OK， 係嘛？好啦，呢一輯係引起成個香港社會對成個反送中運動，即係有一個比較正面嘅睇法，同埋好慶。點解警察可以姑息呢啲黑社會？係嘛？即係眾目睽睽之下，喺一個公共交通運輸工具去施暴，個關鍵喺呢度啊嘛。雖然而家你整色整水拉咗一扎人啫，審呢單案嘅時候又係另外一個醜劇嘅出現，咁啊。好啦，講翻蔡玉玲做完呢集之後，跟住到舊年2020年再做一集叫做《誰主真相》，咁呢個咧就佢又係繼續做用呢一個所謂調查報導嘅方式，係咪？我或者我哋叫深度報導，英文叫 depth reporting、investigative reporting， 係咪？所有嘅爬粪新聞或者揭發黑暗嘅新聞，都係用呢種手法嘅，係咪？我就要做調查啊嘛。咁香港記者慣常用嘅一種調查嘅方法就係查冊。呢個查冊就包括查呢，喂，即係查呢個公司註冊處啦，查婚姻註冊處啦，查呢、這個即係呢個車牌啦，係咪？咁呢一集係咩咧？就係、是、發現咗有啲人哦，你查嗰個汽車個車主係邊個？咁啊查到係嘛？嗰、那個車主即係當晚有份去施暴嘅啊！嗰、那個白衣人係咩人？咪就係咁啫嘛，查到個車主身份啫嘛。咁你睇翻嗰集啦，係咪？今日喺法庭播，知唔知啊？係嘛？我唔知個法官睇完有咩感想。而家咧告緊蔡玉玲兩條罪，律政司係嘛？嗰兩條係咩罪咧？即係以前有冇告過呢啲罪咧？嗰兩條罪就嗱，我哋睇翻叫做咩咧？為取得道路交通條例下的證明書而作出虛假陳述罪，就話咧蔡玉玲喺舊年即係2020年嘅五月同六月兩次，為咗取得私家車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明知而作出要在要項上的虛假陳述，表示申請證明書作與交通及運輸事宜有關的用途，咁就犯法啦。記者冇得豁免嘅，原來咁。但係近時所有嗰啲記者查冊，包括文匯大公兩張匪報嗰啲查冊，你唔拉鳩佢，你唔告佢同樣嘅罪，咁咪做新聞嘛？嗱，我撇開政見，佢如果要去對付嗰啲所謂黃絲，或者對付嗰啲即係泛民嘅政治領袖，係嘛？佢要做狗仔隊，佢要跟蹤佢，係嘛？我都覺得 OK 嘅，可以接受嘅，係嘛？咁呢個係記者採訪一種手法嚟噶嘛？狗仔隊啦，查冊啦，係咪？喂，當我哋冇辦法從正常嘅渠道去得到個消息嘅時候，咁記者佢用調查嘅方法又好，有啲做量化研究都有啊，各位。咩叫量化研究？做一啲民意調查，或者做一啲問卷調查，咁嚟揾真相一樣係得噶嘛？因為我如果問你政府攞消息，我問你，喂，當晚你啲差佬去咗邊？你老母你就唔答人，係咪啊？喂，我問你呢個車牌係邊個嘅？咁我有個渠道可以喺運輸署嗰度查冊，咁點解我唔做啊？嗱，呢個喺法庭有得拗啦，係咪？咁但係。即係而家個法庭係咩法庭啫？所以今日咧，我睇到即係呢個蔡玉玲喺法庭度，即係當個法官即係循例啦嚇，即係審案梗係要咁樣噶啦，問即係噏咗你啲罪名之後，跟住問你你是否認罪啊？要係咪 guilty 咁？你 not guilty 咁啊？即係嗰陣時係咁樣啦，啲即係冇中文審案嘅時候係咪？你認唔認罪咁？蔡玉玲是非常之即係當時啊，即係據啲報紙嘅陳述啊，好大聲咁講，我不認罪，講兩次，我不認罪。嗱，我睇到咧，我就真係自己都好多感慨，係咪？嗱，我喺法庭上邊都做過兩次被告啊，但係我嗰個審訊咧，兩件案都好長嘅。一件咧就係2013年俾佢定咗罪之後，跟住判我坐監嘅非法集結，同埋參加未經批准集結，同埋煽惑人哋參加呢個未經批准嘅集結，三條罪係咪？
咁啊，其中嗰條非法集結咧就判我坐兩個禮拜監，就係緩刑14個月，係嘛？咪兩個禮拜定幾多？我睇翻啲資料先，真係俾呢個杜浩成係啦，非法集結同埋協助組織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加未經批准集結三項罪名啊。咁就後來咧就即係我去上訴啦嚇。咁啊上訴之後咧，就由坐監就變成呢一個罰錢，三條罪加埋就罰咗9600蚊，咁啊！但如果今時今日告你呢三條罪咧，你就最少坐8個月至到1年。咁你話個法庭有冇變到啊？而家係咪？嗱，蔡玉玲，你而家告佢呢兩條罪，你冇可能判佢坐監噶啦，係咪？呢兩條罪。喂，為取得道路交通條例下證明施如作出虛假陳述罪，即係話咧，你要查冊嘅時候，咁人哋問你做愛嚟咩用嘅時候，或者填一張表咩用嘅時候，咁你就唔會話我為咗做呢、這個即係港台鏗鏘集721，有一個節目叫做721啊，誰主真相？你唔會咁樣講，你就係話啊，我即係有呢、這個即係其他用途，就係同交通運輸有關嘅，譬如買車咁嗰啲啦，係嘛？咁呢個叫虛假陳述，咁你有冇判佢坐監？你判唔到佢坐監，但係呢個好明顯就係一種政治迫害嚟嘅，就係你警察濫權，同埋除咗警察濫權之外，警察濫權係因為上邊有人指使你咁樣做啊嘛，咁即係話政治呢個係政治迫害，係成個收拾香港電台嘅其中一個部分。喂，你會對其他或者而家做緊鏗鏘集嘅，或者做緊類似呢啲即係新聞節目嘅嗰啲所謂編導記者係嘛？你咪已經產生咗一種即係所謂恫嚇嘅作用。你敢唔敢做啊？唔敢做係嘛？仲有再嚟就係會自我檢查，比較敏感啲嘅題材唔做係嘛？而家呢個新嘅廣播處長行入嚟，已經幾乎好清楚話俾你聽。你請邊幾個嘉賓，你都要問佢啊！而家大佬，即係等於黃毓民以前成日喺香港電台做節目，你唔使旨意再有得去，類似呢啲人係咪？你余若薇以事論事，你唔使做噶啦。話俾你聽，余若薇已經好 mile 噶啦，係咪？誒，俾曬曾浩順做啦，劉夢紅都冇得做。我而家話俾你聽啦，可以變成好似呢啲體制內嘅人啊，都冇得做，可以咁樣咁嘅變咗香港電台會變成咁嘅喎，係咪？即係唔係淨話蔡玉玲咁樣俾人哋即係告呢兩條罪係嘛？所以今日有啲港台工會嘅人就聲援佢，但冇其他人聲援佢。我想話俾香港嘅新聞記者聽，或者香港新聞界聽，喂，你真係應該要收工㗎啦，揾食去揸的士啦，係咪？如果你覺得做記者係揾食嘅，揸的士去做餐廳啦，唔好做記者啦。你要做記者的時候，你就要學蔡玉玲咁，同埋你要有心理準備，你會被人拉。而家香港就變成咁，係嘛？所以即係呢個係對新聞界嚟講，係嘛？喺採訪新聞，係嘛？你一個即係採訪自由係受到打壓，好清楚嘅。採訪自由受到打壓，新聞自由亦都係受到打壓，係咪？如果我哋冇採訪自由，冇接近消息嘅自由，我哋點樣將一個真相話俾公眾聽咧？係咪？點解話新聞界係第四權咧？係咪？喺行政、立法、司法之外嘅第四權，或者我哋成日自己叫自己做 watchdog， 係咪？看門狗。所以我辦咗報紙叫《癲狗日報》，其實真係癲狗咩？即係話我要做一隻即係看門狗 watchdog。監看社會，監看政府，通過我哋報導啲事實真相，令到即係話睇新聞嘅人、睇報紙嘅人、接觸媒體嘅人，佢知道多啲真相，然後佢自己先至可以為自己嘅安身立命，或為佢嘅生活做咗好多即係防備嘅工作。等於而家你講啲疫苗，啲疫苗事件，你咪突顯呢個政府嘅不堪。係嘛？咁你唔去打係應該嘅啦嘛，變咗係你唔睇清楚係嘛？喂，一間呢一隻都有事，係伏必泰叫做係咪？譯個音都衰過人嘅係咪？呢個德國嘅都有事，
科興就有事，咁有啲人陰謀論，科興有事就梗嘅啦，大家都唔信中國，咁啊，但係呢只德國嘅都有事，咁如果既然你啲人唔信呢個科興，咁而家政府咪又可能做一個假象出嚟，誒呢只都仲有事啊，呢只更加有事，停啲咪要，咁你話即係新聞工作者嗰個責任、嗰個功能幾重要？所以我今天看法庭這件事呢，即是我自己作為一個在大學裏面搞十幾年新聞的人，做了四十幾年，即半個世紀新聞工作了，等於是吧，大家看回我的歷史是吧，只是那《癲狗日報》都25年前出了，出《癲狗日報》之前我又出過雜誌是吧，我在報館做過採訪主任，做過編輯主任，做過社長，做過主筆是吧，我哋深切體會到，係咪？喂，如果我哋喺前線嘅記者，你冇辦法接觸呢個消息，冇接觸信息嘅自由嘅話，即係話冇採訪自由嘅話，乜都冇嘅啦，大佬，係咪？大家就淨係好似睇 CCTV 嘅啦，報喜不報憂嘅啦。香港遲早咪又咁樣啦，係咪？所以呢個唔係單止你蔡玉玲一個人俾人迫害、政治迫害嘅問題，係咪？雖然呢兩項罪名不至於令到佢會坐監失去自由，但呢個對新聞自由嗰個打擊係非常之大。所以如果你而家做緊新聞工作，你就應該做一個選擇，一係就走頭，係咪？一係做呢啲所謂個新媒體、個人媒體，係咪？當呢啲社交媒體仲未變色嘅時候，大家都仲有個空間，好似我哋而家咁樣，係咪？天涯若比鄰，係咪？不是有什麼辦法，你告訴我，是吧？好了，從這一宗案件在法庭審訊，我不知道結果是怎樣，是吧？或者現在有人說進入司法程序，我不評論案件，我不會評論案件，是吧？我只是問一句，何罪之有？是吧？何罪之有？問一句何罪之有的意思就是說，你現在屈得就屈，是吧？你在那裡濫告，你是整個所謂即係滅聲行動，整個政府要滅聲，要萬馬齊喑，係咪？要令到香港電台變成一個100%嘅愛國愛港黨嘅喉舌，呢個係大家睇得好清楚嘅啦。而家嗰啲契弟全部出曬嚟喺度語無倫次啦，係咪啊？容海恩話 M 加。啊！即係博物館嗰單嘢艾薇薇咁，而家越炒越大啦，係咪？林鄭月娥，西九董事局主席係唐英年，叫佢搞掂啦，咁樣係嘛？而家就變成咁噶啦，係嘛？但係我更加想講嘅就喺呢一次最後就係、是、成件事，或者其他所有嗰啲反送中嘅案件，或者啲國安法嘅案件，突顯咗一樣嘢：香港嘅司法制度係走向崩壞。咁樣，嗰啲裁判處嘅法官、區域法院嘅法官，甚至有啲高等法院嘅法官，係咪？佢哋有得選擇咩？係咪？呢啲案件送到上嚟法庭，佢有得揀，佢冇得揀，係咪？佢嗰個量刑或者嗰個裁，即係個定罪嘅標準，同以前係完全唔一樣。喂，佢冇辦法嘅喎，佢都係嘛？譬如話你唔俾佢保釋，你就抬個國安法出嚟，國安法就話唔准保釋嘅，除非你法官能夠判斷到，喂，你俾佢保釋之後，佢唔會繼續走去違反國安法啦。咁嘅法例都有嘅，大佬。喂，喺香港嗰、那個普通法嘅精神，即係嗰個法治就係、是、靠呢個普通法。普通法的精神無罪推定，或者這種所謂什麼利益疑點歸被告啊，是吧？還有那個保釋的條件 在相關的條例裡面寫得很清楚的，現在不是，一個國安法就搞定你了，是吧？沒得保釋。那好了，那你法庭怎樣判斷呢？是吧？怎樣判斷他不會繼續呢？繼續犯呢，咁佢而家犯，你都未定罪，係咪？呢個唔係一個前科嚟嘅，因為啊，佢有呢個前違反國安法嘅前科，
所以你今次咧就嚇唔好，即係唔可以俾佢保釋啦。佢都未定罪，你告緊佢，告唔告得入都未知，係嘛？咁你個法官就要判斷，如果我俾佢保釋咧，佢可能再犯咁。係咪好奇怪邏輯啊？呢個係係嘛？我記得我自己兩次一次非法集結啦，嗰個係2011年七一大遊行啊，嗰時即係人力時代係嘛？喂民陣嗰條路線咧就去到呢、這個即係中環，跟住就拜拜噶啦，和平散去。今日我哋又取得勝利啦，咁啊和平散去。咁我就最討厭呢種遊行嘅。咁於是我就即係喺社民連時代，我已經喂，我真係唔想走喺政府總部，大家唔好走啦，係咪？成日鼓吹咁嘅，有一次就因為咁樣同阿湯家驊反面，係咪？湯家驊話我騎劫泛民嘅集會。好啦，2011年人力嘅時候，喂得啦，你去中環政府總部嗰度和平散去啦，我就留喺呢一個即係中國銀行嗰度。喂，幾千人同我哋一齊留低嗰度喎，嗰日係。咁到最後，啲差佬嚟講數，嗰陣時有數講嘅喎。嗱，鬱敏你講啊，你話俾我聽啦。咁你哋唔走咧，我就拉人嘅啦。咁你留低幾多人俾我拉先？咁樣喎。咁我咪要同嗰啲坐喺度啲人講，嗱，而家要拉人嘅啦。幾耐之後要拉人嘅啦。如果你唔走，你認為你可以俾人拉，你就喺度 ，OK？ 如果你覺得你唔方便俾人拉嘅，唔該你係行嗰陣時有律師啊，又有啲其他人咁啊，嗰啲咪有身份問題咁咪走咯，係嘛？冇所謂㗎。咁我哋百幾人俾佢拉曬喺北角警署，咁我咪告三條罪咯，我第一被告。仲有一扎我哋嗰啲黨友當時可以 bow over 嘅，即係不起訴係嘛？然後即係罰錢咁嗰種啦叫做係嘛？冇案底嘅，咁啊有一扎係嘛？咁告嘅咧就係、是、個阿大舊我啊，咁啊周俊橋，咁啊陳志全咁幾個，到最後咧。就我同呢一個即係陳偉業就定罪係嘛？咁其他嗰啲啊陳志全啊冇事嘅咁樣嗰陣時，我判得好輕嘅，但我就判得重啦，坐監啊大佬，有得緩刑。但嗰陣時都唔會判坐監嘅喎，係個道浩成判我坐監，所以我寫咗本書《我在法庭的自辯》，就針對呢個公安條例非法集結咧，就寫咗本書啊大佬。喂，嗰陣時咧仲係喂，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抗爭嚟嘅。司法抗爭係咪？呢條係惡法嚟嘅，呢條公安條例非法集結係惡法嚟嘅。嚇！而家有條仲惡叫國安法係咪？好啦，第二次就喺立法會掟杯，跟住就俾梁振英告呢個普通襲擊，咁啊寫咗本咁厚嘅書，又係我在法庭的自辯，又係針對呢啲咁嘅所謂政治檢控。喂，我哋係將所有一啲案例同埋我喺法院裏邊嘅陳詞水蛇槍咁長，寫咗一本成800頁嘅書，係嘛？喂，而家呢啲真係好值得紀念㗎啦！而家冇呢支歌唱㗎啦，係咪啊？而家梁振英話喺立法會好安全嘅，係咪？因為冇人掟杯啊，係咪？嗰陣時我哋可以。有個空間去司法抗爭，係咪？都未全，即係話未到一個所謂黑暗嘅時代，係唔公道啫。但係都有啲法官佢係好公道嘅。而家大家睇啊，係咪？如果你公道嘅法官就俾人好快俾人搞掂，係咪？所以成個香港嘅司法制度基本上就係崩壞。好了，你司法是什么呢？司法其实是保障人权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的，大佬。是吗？是彰显公义的工具的嘛，司法是。好，休息一阵先。